太太，那个碗都洗好了。乐子倒了没有？倒了，倒了。哎，你那个水沟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清了。有，我刚才我就清完才洗碗的。真的？怎么弄好？你这个插这个是什么花？这我插的。简直是杂草一堆嘛！因为我跟着日本老师学的，他说这个是什么流，那个什么流？我看你简直是不入流，把那花丢掉吧。太太，你不要丢掉，我跟你说，云师，我要跟你商量，拜托你啊，等一下我那个南部那个表弟他来，他刚结婚，他听说我们家是模范家庭，又听说你是我们最好的太太，少来了，真的真的嘛？他说他要来看一看，那我想拜托你，待会儿你可给我点面子，不要对我太凶，好不好？你要我怎么样？我就你贤惠一点吧，然后让我有点那个男子。好了好了，那我知道了啦。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。乡下哦，阿姨一起唱卡拉 OK 认识，啊，无缘的结局就认识了。哎呀，难不来了，好像啊，蛮适合的，很像。笑什么笑啊？刚才不想去倒茶去？你听到没有？倒茶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这个太太就是没有办法，那个刚结婚啊，才晚几天啊，随便啊。哎，大家都说啊，夫妻相处呢啊。这个就是要相敬如宾，其实说这些话呢，都是骗人的。老婆呢，就是诱人，而且是不要钱的诱人。贤内助的意思就是这个，不要钱的诱人。警察来了，来。等一下。啊？三个人，你倒四杯茶干什么？这杯茶是我的啊。你的？你要喝茶？你知道茶要多少钱一斤啊？我请我去陪你喝，也不要给你喝。来吧，喝茶吧。跟你讲，你插了什么花？整个桌都你花占满了，你茶放哪里呢？你是你插的是到底是花还是草啊？不是我跟特别跟一个日本老师学的，他叫什么流的？根本就不入流嘛！这是什么花？什么花？什么花这是？拿，丢掉丢掉！快点，来喝茶喝茶。谢谢。东西啊，站住！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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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嘛？你泡的这什么茶了？水是冰的，怎么喝呢？你喝看，你喝看，这冰的从茶里泡的，你喝看，啊？没有嘛，人家今天那个瓦斯没有了吗？瓦斯没有，不早叫呢。可是我刚刚才没有的。还给我顶嘴，你还给我顶嘴，你还给我顶嘴，你太不像话了。我看我们要走了，啊，表哥，我们先走了。没事了。你今天怎么样？观摩呢？还了解了？哭小声点，讲话听不见。我先走了，趴下去哭，镜头挡到了。还不会开门了？这样就对。有空来玩啊！啊，再见啊！八哥，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这是什么茶？你给我喝掉，你给我喝掉，什么花？你给我吃掉，你给我吃掉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什么东西啊你？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笨？那个皮包都忘了拿，这么笨。大哥你，啊，你来哭，你来哭，你干嘛？啊，你弄的什么地毯啊？要不洗干净，你哭什么点？皮包都忘了，哎，你看一下，那地毯以后不能用，知不知道？哦，搞清楚啊！看清楚，什么地毯？